把他的爱他这样。来了，这个是那个玉生生意饮食店的锅贴，来，赶快吃。好，你吃，你吃，只有放一块。看看，刚才吃的那个哈，先吃的，然后这个刚来的，那一颗啊几块钱，忘记几块钱？不知道，几块钱呢？几块钱 ，OK。那你汤不赶快喝进去了？来看，有。修啊！你没戴眼镜啊？拿起来是用戴什么眼镜？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先看了。就是要吃，先把这个喝完。多少钱？我建议你，这个底子喝完再吃这个。你还发现他们很轻啊？嗯，这样比较不会恶心。还有，他有没有放姜啊？没有，要放姜。好，这个看，去原味的。是啊。啊，去原味的，来一个看看。啊，对呀，还是多的。来一个看看，热腾腾的。这锅里放铁板油啊？来一个看看，水饺啊，好像。还好没有你的感觉。嗯，对，我放点姜。那个放一点姜。锅贴通常是蛮油的。嗯。好吃耶，嗯，这个好吃哦，看一下，嗯，还有汁哦，那爆汁哦，冲击哦，这锅贴，那整体而言比那隔壁那个成功锅贴还好吃，成功锅贴，其实最早以前我们就常吃的，然后它比较油腻，啊，这个是水饺的，这个弄得还不错，再要过给大家看，锅贴其实这样。金门的小金门的妙香很有名，我也吃过的，许多好吃的，好，嗯，就好吃。那这个内馅有点，内馅，那内馅处理有点像，你看、哦，那内馅处理有点像那个，粉面包？不是不是啊，猪肉馅饼感觉。还有汁哦，要注意一下有汁哦，它略带一点姜的味道，还蛮好吃的。你看这个整体的感觉是不是很优啊？嗯，好，那放到这边了 ，OK， 来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